妈妈，你为什么在哭？怎么了？啊，你和爸爸离婚了吗？好不，我们家散了。亲爱的，欢迎你的新妈妈，丽丝。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，派珀，你爸爸和我从现在开始要住在一起，继母是我最不想要的。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什么？这都是给我的吗？哇哦！你在干什么？想把我们的女儿带走吗？不，你要和我在一起，派珀。不，派珀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放开我的女儿！放开我！我在哪里？这是密室还是什么？我到底在哪里？我好痛苦！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敢从妈妈身边跑开试试？你在这里遇到什么？哇哦，有一个完整的秘密的房间。他在这里做什么？为什么他在我们的密室里？你能想象我们可以对这个密室做些什么吗？我们一起清理这个地方。耶，我愿意。我们会在这里建造很多东西。我知道我们缺少什么，音乐。什么？你怎么敢？我这边的房间会比你的好。嘿，派珀，要玩吗？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嗨，兔子。嗨，鸡毛掸子，我们当朋友吧。谢谢，李斯。我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我必须换衣服。哇哦，我也想要。哇哦，我们在同一个团队里。Cool。你看起来很漂亮，派珀。妈妈呢？也有适合她的衣服。这谁干的？当然你干的。哈哈，这很有趣。我们继续打扫吧。我们会看看谁的一半房间会变得更好。简单，我加入。嘿，妈咪。嘿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会在我们这边等你。哇，我们开始刷漆吧。哦，我只有蓝色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会刷另一半。这是我这边，所以呢，很棒，嗯，妈妈，非常可爱。好的，那样的话我就刷另一半。派珀，想和我一起粉刷这面墙吗？他试图赢得我的女儿，我不会让他成功的。明亮的色调是我最喜欢的。啊不，谁加了黑色？这太沉闷了。我需要我的口红，我可以涂我的嘴唇吗？不，这款口红的使命不同。哇，我们做出了绿松石色，太漂亮了。什么？这好狡猾。李斯，卡罗琳。我会在房间里挂个牌子，不，这个牌子是我的，现在还给我，你还给我。妈妈，继母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哦，宝贝，我们正在努力互相帮助，完美。啊不，我们会拯救我们的派珀。哈吉，凯西，放开他，微笑，全家福。亲爱的，我给你弄了一把椅子。什么？豆袋椅。呜呼，非常棒的继母。我不在乎。嘿，妈妈，你在做什么？好的。你是怎么用这个的？哦，丽丝，别管锯了，抓住一个，派珀。嘿，别再模仿我了。哼，只要喝柠檬水。嘿，宝贝，你真贴心。
给我倒一杯。太酸了，让我的嘴巴好痛。不要睁大眼睛。好喝，是我喝过的最好的柠檬水。我尽力了。派布，等等，床准备好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耶！等一下，我去叫爸爸。嗨，你，下面的人，你能安静点吗？用释放压力的芳香疗法。好多烟，有人在烧烤还是在干什么？嗨，卡罗琳，熄灭你的篝火。李斯，嗨，现在他在敲门，但是我可以接受他。开始工作吧，虫子们。什么？卡罗琳，为什么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？你是挑事的人。妈妈和继母建造了一张超酷的床。哇哦，怎么了？行，我们稍后再来。我们走吧，派破。这个密室非常适合派破学习。当你能玩的时候，谁需要学习？呀呼！多么棒的房间！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。我被打败了。然后灰姑娘把鞋子穿在王子身上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玩，我们玩怎么样？大声朗读，派破。不，我们用手指画一幅画吧，像这样，手指放在这里，还有这里。继母让你吃糖果，妈妈让你学习，右手放在绿色上。呜呼！派破，做个甜蜜的梦哦，宝贝。躺在枕头上，亲爱的，睡吧。他也睡了吗？行，我们不要叫醒爸爸。那么，你高兴吗？嘿，那是什么声音？很棒的派对，打扰一下，这里发生什么事？谁让你在密室里开派对的？我喜欢。所有人都出去，现在滚出去！派对结束了。派破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个房子里不能开派对，你在剩下的时间里都被禁足了。我是让他参加派对的人，毕竟这是我的房间。谁给了你权利的？你是派对破坏者，你是一个家庭破坏者。多么可怕的搏击俱乐部！妈妈，继母，算了吧，停止争吵，和好。就现在，我会为全家人做饼干。愚蠢的罐子。烘焙面粉不是我擅长的，它会毒死我们所有人的。行，我会帮你的。
听，然后跟我做。首先准备好锅，打开烤箱，等等。想喝杯茶吗？我一直告诉他，但是他不会听任何人的。哦，我们的饼干快被烧毁了。哎呀，我们做到了，真漂亮。你搞定了，丽丝，我们是梦之队。妈妈，继母，你们可以和谐相处吗？太好了，坐下，宝贝，吃饼干，还有牛奶，祝你好胃口哦。快破，惊喜哦，秋千，继母丽丝，你是最棒的。不不不，这很危险，刺无处不在，这谁想出来的？我们去我的一半。是给你的一个柔软舒适的秋千，派破。不，我受够了这个。你真棒，丽丝，你也是的，卡罗琳。小心，女孩们。哇哦，滑梯真是个好主意。我去叫派破。亲爱的，过来。看，哇哦。滑梯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，我要下去了。哇哦，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家人，谢谢你，亲爱的。哦，我们解决了问题，太棒了。你好，可爱的守卫，这是你点的东西。下一个，请给我们两个甜甜圈。这是你们甜甜圈。什么？不，什么？我没有点圆。哦耶，我明白了。稍等一下，给你们为每个客户提供不同的东西，太棒了，谢谢。嘿，守卫，你们为什么坐在那里？轮到你们去上班了，去工作。我会带着甜甜圈。哦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运动鞋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，如果我有足够多的小费的话。亲爱的，别担心，吃个甜甜圈。多么可爱，这甜甜圈之王。是谁？啊，下午好，请看看这个，你们负债累累。你们必须在月底之前付钱，时钟在滴答作响。天哪，我们破产了。妈妈，爸爸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的银行债务比上一本哈利波特书还长，我们永远无法还清。要是我们的创始人能看到这个就好了，伟大的亚历克西奥·德拉古斯多。哦，我完美的皇家煎饼准备好了，我一生都在创造这个食谱。多么卑鄙的苍蝇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生活？你不会得到一块皇家甜点的，想都别想。耶，抓住你了，我的甜点受伤了，现在里面有个洞。怎么了，我的御厨？你有没有为我想出一个新的甜点？哦，这就像面团里的坚果，我叫它甜甜圈。我们必须卖掉我们的家族企业。不可以，我要拯救我们的甜甜圈王朝。70 80 90，还不错。有什么好吃的？你还好吗？我正在为马拉松训练，我饿了。我们有世界上最美味的甜甜圈。不不不，我的肌肉需要健康的食物。当然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特别优惠，健身甜甜圈。这是你的点心，一个新鲜的健身甜甜圈。太棒了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锻炼的肌肉是一个甜甜圈，多么甜蜜的锻炼啊！
看，你可以边跑边训练你的下巴肌肉。祝我马拉松好运！嘿，钱呢？可怜的滑板选手，好痛！你还好吗？我来帮你，我可以修好你的滑板。啊哈，帮你。柯林，你不能在大厅里玩滑板。您好，你新的滑板轮子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的宝贝，谢谢你派破。修理费$100。哇哦，我走了。啊？派破，嗨！我会让派破爱我。不可能，哥们儿。哦。派破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天哪，甜甜圈，他在做什么？看，我为你嚼了一个心，太可爱了，而且很奇怪。派破，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嚼过的口香糖。大夫毁了我的一切。最后一个口香糖是给你的，这是我咀嚼过的情人节礼物。派破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。谁能把甜甜圈扔在棍子上，谁就会得到一个吻。感觉很幸运吗？我们准备好了，我们买一个甜甜圈。OK。Cool， 抓住你的甜甜圈，加油！愿最棒的人获胜。我要瞄准，我会计算甜甜圈的直径和棍子的高度。我没成功，再试一次，男孩们，去吧。这次我会走运的。我赢了，我也赢了。你欠我们一个吻，派破。打扰一下，教授，你误会了，很棒的交易。亲爱的，你又知道我有多爱你。该提出我的问题了。稍等，他在哪里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把他拿过来了。看起来这个倒霉的新郎需要一些帮助，我们只需要给甜甜圈放气。我们有一个戒指，给你，非常感谢。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当然愿意。啊哈！哦，甜甜圈组建了一个家庭。我宁愿卖甜甜圈而不是上课。姐，再来哦。嗨，孩子，你想吃什么甜甜圈？这个我不知道。等等，我有一个特殊的甜甜圈选择工具，给你，这给你的完美的甜甜圈。谢谢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派破，你的头在甜甜圈里，看着黑板，谁能解出这个方程？不是我。你的解法错了，给你 F， 谁来回答下一个？我们把它留给汽水，他选择了你。不，我不知道答案，这很糟糕。嘿 B， 来吧，起作用。你怎么不给 B 分？你这个老鼠，这没用。教授，我知道怎么帮你。樱桃甜甜圈可以解决任何烦恼。哇哦，行，给你。哦，我最喜欢的味道，我最喜欢的颜色。红色的果酱比红笔更好用。非常感谢派破。今晚见哦。终于，我喜欢的人约我出去。我来了，亲爱的，都准备好了。哦不，他发错号码了，多么悲伤的一天。这里面满是泪水，还是怎么回事？十、三十，还有你的20，还有45美分的硬币。我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银行的贷款，大日子到了。
给我你们的钱，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，我会帮助我的家人。啊？银行家先生，这所有的钱，我们可以还清债务。我本来把这笔钱存起来买运动鞋的，数一数，应该够了。耶，我们得救了！你们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。最后一件事，我想吃你们的甜甜圈。给你，祝你好胃口。耶！耶，甜甜圈万岁！我很抱歉，梦想中的运动鞋，你必须等待，亲爱的。看看派珀，我们欠他的。我有个点子，亲爱的，是给你的。这里有什么？真的吗？哦耶！我完美的运动鞋，谢谢，我高兴极了。我的运动鞋，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